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任何的干扰应该都会催化过程。你去戳它看看。 Idalkmesh， 我叫萨利瑟拉·夏多雷，夜翼精灵，苏拉马尔宫廷的首席秘法师。我的同袍走投无路，立下赌约，为这世界定下了末日。时间紧迫，既然你能找到这个讯息，就一定也能找到我。快去苏拉马尔，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Idalkmesh。 很高兴见到你，勇士。你是我们最后的，也是最大的希望。路上小心，勇士。苏拉马尔这个地方已经荒废了上万年。他应该跑到这里了，继续找。我需要靠近你。 快去苏拉马尔，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希望外面有人听得到。不，我们得继续。我不在这里范围内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 Rat， 雕威者，看来我们很接近了。Rathdomas， 退下，艾瑞莫斯！你看不出来艾丽珊德已经遗弃我们了吗？安娜，这样应该能争取点时间。 我们得小心点，这里到处都是雕威者，魔法跟血肉对他们来说都有致命的吸引力。这就是夜翼喝不到夜井水的下场，这也会是我的命运，除非。 小心，你的力量在消失，我们得找到掩护。我需要靠近你。 我一下。
屏障被削弱了。精彩的对战，我没有让对战好看。一天一天慢慢来，数量太多了。奇怪，为什么他们没跟过来？我需要休息。Aron Akana， 别轻信他人。一万年以前，我的城市曾经是夜精灵帝国光芒万丈的美丽宝石苏拉马尔。千百年来，我的族人在此安居乐业，直到燃烧军团入侵，我们的女王被他们的力量诱惑，背叛了全族，让这个世界面目全非。在危急存亡的时刻，我们做了不得已的决定。我们召唤出强大的护队，保护这个挚爱的城市。这确实奏效了。就这样过了几百年，没有月光，也没有阳光。为了生存，我们在城市中央建造了夜井，一个强大的能量之池。慢慢的，我们开始起了变化。讽刺的是，夜镜又把燃烧军团引到我们门前。他们想做个交易，用夜镜换我们的命。在长老们计划投降的时候，我们当中有人起身反抗，但我们失败了。如今恶魔占领了苏拉马尔，燃烧军团毁灭我心爱的城市，我却因为夜镜的诅咒，只能逐渐凋萎。我们不再孤独无依了，必须解放苏拉马尔。不完全不懂礼貌，把你打得哀哀叫。不可被打扁，胜利就不远。需要靠近一点。夜景呼唤着我，必须解放苏拉马尔。这是什么地方？
这房间，我没看过这样的地方。好黑。别打了。好多了。老旧的传送门跟苏拉马尔的很像，只是停用了。我们看看楼下吧，小心一点。真奇怪，地板看起来像地图，我们就在中心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地脉能量是由其他地方送来这里的。什么东西需要这么大的能量？难道是武器？那些守卫者究竟是在这里守卫了多久？啊，我的疑惑越来越多了。至少现在我们知道雕威者不会靠近这里，而宫里的人也不会来这里找我们。这是个完美的避难所，还没回到苏拉马尔以前可以成为战时的家。但首先我需要盟友，我们不再孤独无依了。意志决定力量。第五天，结界可以有效吓阻雕威者，但无法隔绝外面小动物跟野兽的噪音。这里晚上真的好吵。我要享受这一点点睡眠时光，我明天再开始找实验体。准备行动。第九天，跟雕威者的交谈实验还是毫无进展，我不能把这次实验失败当作能力评估，应该要想成是进度评估。十四天，新的十六号受试者相当特别，他的秘法精华受到某种神秘的力量干扰了，我将他取名为瑟伦。我没有目标。行动。
第十六天，有进展了。用色轮的精华当作基础，我创造了一个安抚雕威者的法术。虽然有时候会失败了。第二十四天，我醒来时发现叶精灵拿刀抵在我脖子上，他直问我在这里对叶翼做什么。我回答找解药，他嘟弄了一阵，就消失在森林中了。准备行动！我看到你了。第三十三天，密能酒所剩不多，色轮的进展非常好，沙兰还是很固执，而水晶是越来越难找了。第四十天，双头居然闯进了我在寇拉洛恩庄园的工坊，虽然用魔法吓走了他，但我有预感他会再回来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第五十天，天空变黑了，到处都是恶魔，而且还有这股饥渴，永无止境的饥渴。放出实验体，我已经无法保护他们了。我的法术师，有人可以用它继续我的实验吗？它太远了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Aron Arcana。我会先准备好安置实验对象的地方。一天一天慢慢来，别轻信他人。我用剑发誓，一定会保护苏拉马尔。萨利瑟拉还活着，来，我们私下谈谈。幸会，再会。我们从花园入口进去。这是魔法面具，只要戴上面具，一套魔法服饰就会包覆你的身体。这应该瞒得过其他宾客，但你得和守卫保持距离。我会去找李里斯，你别惹麻烦。享受一下宴会吧，你懂的，融入。
星空了。泰努巴拉，你是哪头人？我们躲得太久了，似乎有些不对劲。你好，与月光同行吧。Astoras Daniel， 在星光下旅行吧，朋友。你好，我们的时代来临了。你在隐藏什么？似乎有些不对劲。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艾纳里斯，不合作就是与我们为敌，你可得想清楚。我不会再听信你的诡计，你会破坏父亲的心血。哦，孩子，你不明白他是为了什么而死的吗？什么事？我的人民会起身对抗。在父亲的纪念碑就在角落，艾纳里斯应该就在附近。你是来协助黎丽丝毁灭我们家族的，快滚！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快结束这件事吧！他还想继续对我宣传他那一套叛乱的理想。好了，我们走。你好吗？我会荣耀父亲的名字。安娜诺拉，一定有人会发现我不见了，他们会来找我的。没错，你必须出现。你好，荣耀归于夏多雷。什么事？再会。什么事？你好吗？我会荣耀父亲的名字。和花甲，我懂了，请原谅我，我必须立刻处理这件事。
重见天日。夜景呼唤着我，必须解放苏拉马尔。别再往前走了。看来你不是从皇宫来的，你也不是恶魔，至少不完全是。说出你的身份，否则我会把你传送到无尽之海的海底。这是什么？硬币？暮色百合辉印，这是首席秘法师的印记。他还活着吗？那么我们还有机会，快来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哦，对，陷阱。奈萨呢？哎，你好。传送器就在外面，先启动传送器，再站到平台上。所有传送器的运作方式都一样，利用它们找出那个装置。不管你在哪儿，这东西不太稳定，传送术撑不了多久。有趣的发现，但你在那里找不到我们需要的装备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给我吧。你发现什么了吗？遵走吧，我会跟着你。我们到了，我的老避难所。奇怪，防御系统怎么瘫痪了？有入侵者，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
这个巨很好，如果我们持续超载巨能柱，安全机制就会把整个系统封锁。底下的房间有更多巨能柱，应该也有更多入侵者。瑟文，我早该知道是你那笨拙无比的技巧在干扰我的网络。哎，亲爱的老师，你看起来好憔悴，你有吃饱吗？你应该感到骄傲，只有你能帮我们夺回这片古老大地的每个角落。我需要目标。瑟文就交给我，你去超载巨能柱。我们的魔法失败了。承认吧，老头，我已经超越你了。这招真妙，把你周围的空间扭曲成那样。但如果那个空间本来就不稳定呢？我的扭曲立场失效了，你把我们带去哪里了？不稳定的空间。不，这个地方必须听我号令。Arasa Antarsandros。 瑟文总是太小看魔法了，他不是个好学生。我的法力不多了，我会尽量传送到那附近的地方。过来，准备行动。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呀？实验、观察、再实验。奥库雷斯，他在雕威。一天一天慢慢来，我还撑得下去，多亏你。必须解放苏拉马尔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是怎么撑过没有夜景的日子？尊敬奥普雷斯，你能修好房间里的传送器吗？已经在修了，等我们的朋友完成任务，就能建立第一个连结。测量可能会显现一些空间异常，也许会有一两个时间扭曲涟漪。没什么你不能解决的。
量完成，立刻放置信标。已建立双向连结，放心吧，这之间的距离很短，不需要太多动力。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修复远古的网路了。如果你找到我的旧信标，记得启动它们。我们不再孤独无依了。别忘了，你可以用新的传送器快速抵达地表。亚诺拉谷地就在这里的北边。哎，你，外来者，帮个忙，站到另一个开关上，好吗？成功了，终于打开了。好啊，我现在要杀了你，有什么遗言吗？哦，好帮手不好找。哦，我见过那个标志，所以萨利死了，找了个外来者帮助我们。真的有这个必要吗？哎，好吧，我是维尔塔，我们离夜景太远，要退而求其次，不能放过任何法力来源。看来萨利死了跟我想的一样，古老的地脉溃流让我们得以苟延残喘。我们只需要唤醒他们。艾丽珊德不该质疑我们的魔法，秘法的力量。这个聚能柱投射出高能量的脉流，你可以在另一边找到低能量聚能柱。两边的脉流都通过了中央的房间，转换线圈来引导脉流，为中央房间的四个封印充能。脉流稳定了，趁现在启动封印。完成了，这地方又恢复运作了。精炼的地脉能量会从这里涌入沙雅兰。什么事？你可以离开了，我会自己去沙雅兰。别忘了带着外来者。你说吧，你坚持的话，秘法的力量无尽无穷，维尔塔。最好别小看外来者，要不是有他们的帮助，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。遵命，首席秘法师。来吧，我们可以在下面检查一下。你知道什么是地脉能量吗？我想，应该不知道吧。让我来教你一些最基本的。原始的秘法能量如河流般在我们脚下深处的土地中流动，地脉既永恒又原始，而且不可控制。然而，就像我们能从棉花里抽出线一样，我们也能从地脉中取出能量。看这里，这是亚诺拉的能量，还有很多处于休眠状态的地脉。
重启他们，帮助我们在沙雅兰制造新的能量节点。什么事？Aron Akana， 夜景呼唤着我。萨里瑟拉，你不是认真的吧？竟然在这种生物身上浪费时间。我们现在应该计划怎么进攻苏拉马尔。这正是我的计划。你好。谢谢你，我失控了，必须解放苏拉玛。我们开始吧，过来，瑟伦。Narsala Vas Memory， 我感觉到了他的回忆。他被放逐的那天，抛下这些回忆，我们才能前进。饥饿，这种恐惧，我也感觉到了。我们继续吧。Dalarnarvalas， 多么困惑。多么愤怒！我要失去控制了！叫他们住手！拜托，叫他们住手！够了！没事了，你发现了什么是吗？某个能让你平静的东西。这份平静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。萨里瑟拉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夜景呼唤着我。Anrotha Adore。你听得见我吗？不要紧张。秘法共融可以超越物理空间，建立联系。我会尽可能不让瑟伦听见。
要目标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需要靠近你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这个礼物很适合女王，感谢你。奥肯多尔的力量现在是我的了。是诺老，恩德斯拉斯，来吧，法多雷就住在下面的废墟里。目标需要你解决，随时戒备。往下，沿着河走。我知道自己的道路。再会。他在那里。愚蠢的地表居民，消失吧！来吧，我的孩子，尽情享用他们的骸骨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准备行动。绝对不能让他打开种子。可恶，顽强的虫子。可以从这条路出去。就快到了。我知道你在重建旧的传送器，这里的信标能让我们连上你的夏多雷朋友。菲阿多拉神殿，那里曾经回荡着赞颂伊鲁恩的祷词。
我猜现在应该没人住了吧？你等一下，我来帮你一把。快，你必须种下种子。这里，让它能吸收到地脉能量。这是奥肯多尔远古魔法师留下的赠礼。这棵树以地脉为生，它能带来生命，或是贫瘠。照顾奥肯多尔可不轻松，这工作如今就落到我们肩上了。我们肩负着重任。叶精灵，我们是操控秘法能量的高手，坚定信念，一定能照顾好这棵树。哼，真是自大。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和平共处，奥肯多尔能让你们重生，没有其他的方法了。坚定信念。什么事？看啊，苏拉马尔，我们的避风港，我们的庇护所，我们囚牢。艾丽山德和燃烧军团想要利用恐惧与饥渴让我们乖乖就范。夏多雷的前途岌岌可危，我们必须重新点燃大家心中的火焰。别忘了，务必要换回大家心中的热情。难成大事，你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艾格拉斯没有遗弃他们。你好吗？荣耀归于夏多雷。苏拉马尔，到处都有居民拿起武器保护避难所，找出无辜的受难者，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。风筝总是逆风飞行。你拿的够多了吗？你拿的够多了吗？对最需要的人来说足够了，其他人啊，欢迎欢迎，尽管开口，你需要什么吗？来看看吧，我什么东西都卖，你找不到比这更优惠的价格了。夜景滋养着我们。我们不再躲藏了。智慧赐予艾丽山德，滋养着我们。我们又能仰望星空了。到底去哪里了？朋友放轻松，我们会找到他的。
我的大门永远敞开。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我用剑发誓，一定会保护苏拉马尔。是幻象，你在隐藏什么？天牛本啊，你好。Kill the rose molding。谁在那里？我没有目标。这个物品还在冷却中。As the rusty nail. 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尽管开口，弦月旅店永不喜的。Aran Akana， 我看看，夏多雷正在收工。他们最近逮捕了很多人，连孩子也不放过。可林会跟其他孩子在一起吗？我很有可能。我会请这位朋友跟着守卫进去，查个清楚。万事小心。对外来者无需留情。
夏多雷是永恒的。谁在那里？是幻象，你在隐藏什么？臭小子，放下武器，你很快就会死了。你从哪里来的？入侵者！你，我没有目标。这会赐予艾丽山德。夜景滋养着我们。苏拉马尔到处都有居民拿起武器保护避难所，找出无辜的受难者，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。有些不对劲。抢回来！我好像知道这条街。对，那是凡希尔的家。
孩子，你有没有受伤？他们有没有对你怎样？他们鬼吼鬼叫，还把我关进笼子里，我好想你。你回到家了，感谢老天。哦，谢谢你，我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谢起。我的大门永远敞开，尽管开口。你好。他太远了。网络正在回应一个新的信标。啊，又见面了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正在锁定你的位置。天慢慢来，礼物给我的。Aron Akam， 我会确保这一切不会就此浪费。做的好朋友，我的头还是好晕。意志。决定力量。谁在那里？准备行动！似乎有些不对，是幻象。第一件的，你在隐藏什么？他们竟然搜了我的抽屉！该死的小偷！请帮我拿回我的东西。准备行动！为了避免艾丽山德的疯狂举动毁掉图书馆，我会保护这些典籍。出现了第一件的杂碎。我需要靠近。我的长袍，啊，还真怀念，希望我还穿得下。准备行动。我没有目标。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我先前是在跟什么人联系。你办到了。在你回来找我以前，好好保护他。你好，必须解放苏拉马尔。夜景呼唤着我，别轻信他人。伊什诺拉，和平共处，再会。
我知道自己的道路，我就是担心这个奥坎多尔有危险了。我看过这种东西，但是在什么地方呢？葡萄园。告诉我，你不会真的叫我们朋友去执行这个任务？那简直是自杀。我亲眼见过奥肯多尔的能量会对凋微者产生什么影响，我愿意冒这个险。希望如此。我们不再孤独无依了。Unrodadori。你好，我会荣耀父亲的名字。我帮你弄了一顶轿子，记得装出一副跋扈的样子，这样才不会露馅。你在找的女人叫做马狗，她曾经对我们的目标表示兴趣。行动！我们只酿最好的酒。要参观吗？当然好，我会亲自带你逛一逛。希望你玩得开心。你刚刚离开的庭院开放给访客自由参观，从这里开始，我会安排手下全程陪着你。你可以找我的助手在福林买纪念品或礼品。离开的时候，要不要考虑买一些呢？这是我们的品酒亭。这里只供应最顶级的酒，而且几乎都是宫廷里才会喝的酒。请随意享用我们。这里面加入了大量刚成熟的隐梅和法力果，还注入了三倍的夜景精华，小口小口啜饮，风味最佳。啊，这可是好酒。第七代的法力果香气，交缠着顺口的叶芽风味，还有一股细致的胡桃后味。历经三年酿制，在鲜明的瓜果风味中点缀了美妙的莓果香气，很清爽，对吧？负责照顾葡萄园是莫大的荣耀。我们现在接近的建筑物叫做陈酿室。只要你稍微懂一点酿酒知识的话，就应该知道让果汁发酵是必要的步骤。我们喜欢用魔法来缩短这步骤的时间，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优势。常来玩哦。
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的果园之一。这里种的树可以生产出特别甜的果实，这正是你喝的调酒中尝到的水果。玩得开心吗？希望你玩。在你面前的建筑中是我们的装瓶设施，每一瓶都加上了魔法封印，这是为了防止夜景精华散出。我们葡萄园生产的蜜能酒可以存放好几百年都不会坏。前面看到的是我们的配送设施，我们在这里安排把几百桶蜜能酒运到城里的作业程序。博学者会很仔细地监督这些。不要伤害他！非常抱歉，请原谅这个错误。我向你保证，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。我们只酿最好的酒，常来玩哦。刚刚说到哪里了？越过这座桥，就是我们酿酒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。我们就是在这里把夜景精华调到酒里面，这样就会有大家都喜欢的恢复效果。我得在这里离开你了，我必须去准备下一个活动。我会在下一站等你，我的助理塞弗林会很乐意向你介绍调和的流程。欢迎。再会。来一杯吧，我很荣幸。
玩得开心吗？过来桌子这里，我们只要一开始动作就得保持步调，这些珍贵的材料很容易就会坏掉。啊，加点花花草草吧，这样会亮一点。做得好，我来看看。啊，加点花花草草吧，这样做得好，我来看看。加点花花草草吧，这样。朋友，你真的很有天分，不过还少了某样东西，让我想一下。啊，加点花花草草吧，这样。朋友，你真的很有天分，不过还少了某样东西，让我想一下。我们来加点水，只要让它有水在流动就可以了。朋友，你真的很有天分，不过还少了某样东西，让我想一下。果汁需要来点按摩，进入桶子，再跳个几下，把里面的东西和一和。很好，你做得非常好。你以前真的没有酿过酒吗？我马上把这些酒装进瓶子里。欢迎再来。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有什么需求请告诉我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他太远了。准备行动。我需要目标。准备行动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他太远学者的命令，你因煽动罪名而遭到起诉，想动摇我的权利，你就得付出代价。我只是做了我的。我听够了，我的判决是死亡。开始吧。快让葡萄园恢复秩序，我不会再容忍任何反抗行为。有什么需求请告诉我。我很荣幸。哦，糟了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
我需要靠近你们。我监测到大量的传送术正瞄准你的位置，我为你启动了一个传送器，你的时间不多，找到传送器离开那里。夜景呼唤着我，夏多雷必将再起。我的大门永远敞开，你需要什么吗？你想做什么？别逗留，你会后悔。宠物园往那边，你要小心点。你迷路了吗？宠物园往那边。走开，你要小心点。你迷路了吗？别逗留，你会后悔。准备行动！你想做什么？
走，可以在广场找到罗琳，西蕾莎常去运河，在市集可以找到西若，他们都很好认。你想做什么？我们永不屈服。入侵者，背叛者！尽管开口，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我们不再孤独无依了。意志决定力量。朋友，我们住在城里另一侧是有原因的。你好吗？当然，我同意这整件事有点不太好。荣耀归于夏多雷。不过，想想你能造成的影响。我可以改变族人的未来，的确。什么事？
我会荣耀父亲的名字。我的大门永远敞开。你迷路了吗？那就是他在做的事吗？很勇敢，我很乐意帮忙，但是宠物园往那边，别逗留，你会后悔。死吧！你想做什么？走开！宠物园往那边，我的荣幸，照我的方法做，他在晚餐前就会成为谏言者。你要小心点。我需要靠近你。他们答应过的。准备行动。你想做什么？走开。Norbados Saramar. 似乎有些不对劲。夏多雷会主宰一切。走吧。先选定目标。天牛巴拉，我们永不屈服。Ash the Rust the New。As the rust and nil. 再见。
向前战斗吧！我们的命运即将揭晓，你想做什么？我们又能仰望星空了。智慧赐予爱丽山德，你好。再会，在秩序圣所等我，我得打理一番，准备参加典礼。我打算回家，我和上流社会的家伙可没什么关联。对了，我接受你的道谢。我谦卑地接受这个任命，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。肮脏卑鄙的小人，那个头衔应该是我的。你侵犯我的尊严，你胡言乱语，污蔑我的名声。大人，请注意你的形象，这件事已经抵定了。什么事？我会夺回我的荣誉，我要求诉诸古老的仪式塔拉夏尔。我会荣耀父亲的名字塔拉夏尔，是吧？在此，我的朋友将为我而战。我不需要躲在别人后面，我会为自己的名誉而战。等你准备好受死，就到圣所顶层来。你好，荣耀归于夏多。我来调整你的伪装，让你战斗的样子跟我们一样。你会帮我赢得头衔吧？莉莉丝，他快从你的勇士，你打不过我的。
我比你强，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我被陷害了。我本来不想这么做的，但你做得很好。等你准备好，我会送你回旅店。你好吗？我会荣耀父亲的名字。我们的魔法失败了。我们不再孤独无依了。我知道自己的道路，坚定信念，到菲阿多拉神殿跟我会合。我们必须先研究过去，才能拯救未来。共处，我们必须了解为何老奥肯多尔会死去，他那粉碎的躯干或许能提供答案。我需要靠近你。他快点。多年以前，从护照中被放逐的人曾来到这里生活。怜悯在我心中油然而生，我跟他们分享了这个远古赠礼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奥肯多尔树，有一段时间他们靠它为生，得以安全。但是好景不长，那棵树变得不稳定。奥肯多尔死去，瞬间散发的魔法狂潮使法拉纳尔的居民扭曲变形。法多雷的事是我的错，我绝对不会再犯。他太远了。行动！我们肩负着重任。Andai Thrasathu。
再会。坚定信念。你好。别轻信他人。急着想死，成全你们。肩负着重任，再会。即使奥肯多尔变成这样，他还是在生长。你好，恩德斯拉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奥肯多尔正处于关键时期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让他完全生长，他就会死亡。外来者，快去找维尔塔。艾丽珊德，不该质疑我们的魔法。哦，我才不想吃这种东西。能量就在那里，我们只需要伸手去拿。秘法的力量无尽无穷。他太远了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
在距离范围内。Aron Akana， 必须解放苏拉马尔。啊！艾丽珊德，不该质疑我们的魔法。再会 ，Aron Akana。会统治这个世界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他太远了，我没有目标。需要先选定目标，我需要靠近一点。我没有目标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
我不在聚集范围内，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没有目标。他太远了。我需要靠近，我需要目标。我需要靠近，他太远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他太远了，我需要靠近一点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你好，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能量就在那里，我们只需要伸手去拿。一路好走。哦，好帮手不好找。准备行动。你说吧，
Aron Akana。所有地脉溃流都全部开启了。还不够。维尔塔，你还有什么方法能吸取能量吗？多一点也好。苏拉马尔底下有个主要管道，拥有的能量是此处的十倍。如果地脉爆发的话，理论上又怎么让地脉爆发，会一路涌向沙亚兰。法力风暴应该可以。法力风暴，你疯了吗？我是，但应该行得通，建立局部扭曲立场，然后细节就免了，想办法让他成功就好，就交给你了。好的，女士，马上去办。夏拉桑托拉，再会。亚历山德，不该质疑我们的魔法。秘法的力量无尽无穷，一路好走。足够的秘能酒可以分给需要的人，去找那些无法前来的人，确保他们有酒喝。谁在那里？苏拉马尔，到处都有居民拿起武器保护避难所，找出无辜的受难者，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。谁在那里？是幻象。你在隐藏什么？似乎有些不对劲。他太远。总师，我们今天去哪里？
如果葡萄园的产量没有达到该有的额度，这些再见了第一个怎么样？帮他们完成目标。什么事？哦，好帮手不好找。我们不再孤独无依了。哦，真正的食物啊！哎，你好。看来今天不会丢威了。愿你的路途明朗。Shala Santora， 阴法的力量无尽无穷。Aron Akana，
听说你们打算一起做傻事，你们会让我参加吧？啊！我以为你只对赚大钱兴趣，否则他就会摧毁你。哎，我可没瞎，我很清楚苏拉马尔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无法袖手旁观，这件事太重要了，所以我加入，懂吗？哦，对了，别担心我的费用。 事情办完了，我会再寄账单给你。你好，别轻信他人。我会把你传送进去，避开主要的防御系统。要离开就启动信标，这样我才能找到你，把你带回来。接下来要说的很重要。 法力风暴开始后，因为杂讯太多，我没办法传送任何人。你一定要在法力风暴开始前离开。进去弄好装置，在法力风暴开始前离开，这又不难，小意思。但最重要的是，要是我们失败了，苏拉马尔也就完了。好了，大家靠近点，别害羞，是团体抱抱时间了。 好像有点怪怪的，那个老家伙真的知道自己在干嘛？嗯，我们很接近了。我需要目标。 是统治者，我需要靠近一点，我需要先选定目标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他太远了，我需要目标。
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的死期还没到。我还没遇过打不开的锁，只要给我几秒钟。乘务员往那边，我需要靠近你。Delars Valar。他太远了，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需要靠近一点，我需要目标。死吧！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不管你想做什么，做就对了。有守卫过来了，把法力风暴产生器放在那附近。不太对劲，这时空扭曲序列器。啊，请说人话，谢谢。保险丝坏了，我们只能手动开启。等等，我们不是要在法力风暴开始前离开吗？没办法，只能这么做。Rosa Nutler。只要撑到法力风暴结束就可以了。说得容易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需要目标。我需要靠近你。越来越强了，我们得把那个东西关掉。那样做太危险了，秘法洪流会把我们撕裂。该死，你们都欠我一命。你在做什么？亚路伊，不，库雷斯，带我们离开这里。啊，我们还活着。雅鲁因呢？哦，不要。别说话，你受伤了。我们成功了吗？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是你救了大家。好了，休息一下。帮我告诉凡希尔，谢谢所有。他走了。走吧，去看看其他人的状况。
比西诺拉。恩德斯拉萨斯，看啊，远古魔导师的恩赐。得到这棵树的代价好大，它真的能满足我们吗？奥肯多尔不只能让你们感到饱足，吃掉树上结的果实，还能让你们完全复原。你发现什么了吗？实验、观察、再实验。有点酸，还有一丝。哦，天哪，这味道太惊人了。艾丽珊德，不该质疑我们的魔法。我们终于有不一样的选择了。感谢你，外来者。And now, Amelos. Aron Arcana, Onrotha Adore. 这对夜翼而言是新生活的开始。没有你，这一切都不可能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会团结合作，等时机成熟，希望你会再帮我们解放苏拉马尔。一天一天慢慢来。尽管开口。弦月旅店永不熄灯。谁在那里？雅鲁伊，是你吗？这里好暗。我懂，他总是惹上麻烦。谢谢你，我不会忘记。夜景呼唤着我。Onrotha Adore。Aron Arcana， 别轻信他人。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呀、啊、？Tavlath， 别拖拖拉拉的，快站上平台。我会尽量把你传送到弦月旅店附近，保持联络。苏拉马尔
到处都有居民拿起武器保护避难所，找出无辜的受难者，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。在这里，艾丽山德发现凡希尔为反抗军所做的事，他被带走了。我用剑发誓，一定会保护苏拉马尔。精进自我，宽也待。我先去前面帮幸存者弄个避难所，坚持下去，朋友。夜景滋养着我们。Novedoro Surama Tenupala， 我们重新加入这个世界。天空好美呀、啊！谁在那里？阿什苏拉斯丹尼尔，你想做什么？你好，与月光同行吧。我们的命运即将揭晓。我们在距离范围内。他太远，我们所向披靡。我们不再躲藏了。你想来点魔法果汁吗？我喝饱了。你想做什么？我们永不屈服。我会把你劈成两半。夜景滋养着我们。Kelsiros Martin。外来者无需留情，我们会以火焰净化宇宙。
Arang Akana， 再会，希望他能看到。这里，大家上船。你来了正好，德林。我们需要一个可以观察情势的据点。露台，好吧，目前也只能这样了。德林，尽量带我们靠近一点。德林，帮助这些人逃出城市。外来者，你跟我来。这边。然后，我们只需要联络。外来者，你听得到吗？外来者，我马上把信标传送到你那边。夏多雷正在受苦。啊，好多了，你刚刚让我们有点担心。你好，他就在外头等你。还记得我吗，外来者？我弟弟在这里安息，我叫雅鲁艾尔。Hello， 再见。不再孤独无依了。首席秘法师，很荣幸终于能见到你。你一定是雅鲁因的姐姐，我们欠她太多，她的牺牲不会白费。你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来沙雅兰？奥肯多尔的果实让我恢复神智，免于疯狂。我已经恢复了，我要战斗。好，我派你去找希尔格林，经过他的训练，你会变得更强。别轻信他人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我们又能仰望星空了。夜景呼唤着我。意志决定力量。
我有足够的秘能酒可以分给需要的人。我们就是在等他，去找那些无法前来的人。正常反应，一般状况下，我可是有义务把你们两个都杀。苏拉马尔到处都有情势所逼，我们需要合作，避难所，找出无辜的手。一定要恢复秩序。Arasa Ador， 你好。我只对苏拉马尔效忠。我们会重建这个世界。这个物品还在冷却中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夜莺是永恒不灭的。重见天日，你好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，我需要靠近。距离范围内，他太远。我没有目标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皮卡，注意，夜翼开始放逐他们不要的人了。通往魔魂堡的路已经打开了，确保这些囚犯都能抵达目的地。灵魂引擎会继续吞噬 Cardinal。幸会，魔魂堡。在他的种种背叛行径里，这是最糟的。Genubala， 在弦月旅店事件后，对这种事我一点都不意外。我们不能再放任不管了，一定要恢复秩序，精进自我，宽以待人。你好，
幸会。我们会坚守战线，请一定要好好教训那个恶魔。朋友，动作快！天牛本了。我用剑发誓，一定会保护苏纳哈尔。我们最好快点撤退。同意，大家快上船，可能会有点挤。夏多雷正在受苦，还是没有凡希尔的踪影。希尔格林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或许吧。首席秘法师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们先把这些人带去沙亚兰。一天一天慢慢来。Unrotha Adore。夜景滋养着我们。你好。意志决定力量。萨利瑟拉，我有急事要说。通往我家的传送门很安全，你会想亲自听这些消息的。你好吗？来吧，不要让他等太久。首席秘法师，谢谢你这么快就赶来。谢谢你，戒严者，有消息吗？我听说凡希尔遭遇可怕的事情，大伯学者打算用他来杀鸡儆猴。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我不知道，希望不会太迟。你好，我的人民会起身对抗。一天一天慢慢来。我来找他，希望不会被发现。保重，萨利瑟拉，我得回宫殿了。
有足够的秘能酒可以分给需要的人，去找那些无法前来的人，确保他们有酒喝。他一定常来这座花园，苏拉马尔到处都有居民拿起武器保护。我能感觉到他，至少他还活着。这里应该是他吃饭的地方。找到了，我们来救你了，凡希尔。我需要靠近他，他太远了。这里应该就是其中一个供应商为他服务的地方，当时真是单纯美好。很好，这样应该就能找到他了。萨里瑟拉，小声点，希尔格林，我也很高兴见到你。我用剑发誓，再孤独一定会保护苏拉马尔。别轻信他人。这是什么法术？能帮我们找到朋友的法术。夜景呼唤着我，回应我，凡希尔。在被拖出弦月旅店的那一刻，他感到非常害怕，但不是为了自己而害怕，是为了他要保护的人，他牺牲自己救助的人而害怕。他被带到一个阴暗又隐蔽的地方，他开始感到饥饿在体内滋生，那种饥饿会不停增长，直到他再也无法思考。他就快要凋萎了，他的思绪混乱，陷入疯狂。我一定要专心，在那里。他被关在秩序平台，应该是为了要杀鸡儆猴。
Aron Arcana。 Amrata Adori。 没想到会用掉我这么多能量，对不起，你们得自己去救凡喜尔了。别担心，首席秘法师，我会把他毫发无伤地救出来。哎，我太了解抓走凡希尔的人了。希尔格林，谢谢你，万事小心。你想要我停手？好，接受现实吧，希尔格林，你打不过的。他没有，或许吧，错看你，但我不是一个人。我知道，不能再拖了，我们去找凡希尔吧。我们会把你救出去。他不会有事的，吃颗果实就会好了。终于解脱了。Haranadale， 噩梦结束了。欢迎回来，老朋友。他们想拿我杀鸡儆猴，我们要反过来利用他们。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暮色百合上。我需要休息。谢谢，感谢你所做的一切。我们会护送他到安全的地点，告诉萨利瑟拉我们成功了。决定力量。